试试看气泡水果，哇，好软啊，挺好吃的，是吗？还行吧，还行。What up, boys? Behind, behind. What up, everybody? I'm Cadence Gao, and this is Nightingale. 一到夏天，很多客人会问我们在饭后要果盘 ，but we think fruit platters are boring. 所以我们想到了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比较讨巧升级版本的果盘。今天想花点时间教你们怎么做气泡水果。硬件、软件非常简单。硬件无非就是菜市场的菜老剩下来的泡沫箱子。软件无非就是水果。我不建议用太绵软的水果，比如草莓啊、蓝莓、树莓这些东西。找点实诚的、高水含量的，比如菠萝。 比如葡萄，刚好深圳是季节，荔枝，和一些奇异果，橘子、橙子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自己有个保护层，自己已经带皮了，还有一些提着。哦，对，还有干冰。哎，Leah, where's the dry ice? Dry ice 后面，放 freezer。是它吗？酷，真舒服。Behind, behind. First things first， 先把干冰。 一边放着。正好我们的准备的时候呢，我会花这段时间和你们瞎白活一下，跟你们讲解一下这里边的为什么。二氧化碳是会溶解在水中的，会被水吸收。干冰是固体的二氧化碳，水果里边大部分的含量，除了糖以外，就是水和纤维。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密封或者是尽可能密封的环境下呢，让干冰挥发，死藻会被水果的水分吸收，导致你的水果虽然外表看起来使用还是水果，里边咬进去那一瞬间。 就像汽水一样，中号的盒子我会选择放一些皮囊比较顽固的水果，尽量把水果往里边靠。在水果上给它盖几个被子，越厚越好，因为我们需要确保这里边的水果不会被干冰的温度影响，影响的意思也就是怕它待会儿变成一个冰块了。然后你在开包装的过程当中，要是有这种泡沫板剩下的话呢，那就更好了。Remember?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按我说的做，不要按我做的做。用干冰的时候，千万不要空手抓。用美工胶吧，把这个口给尽可能的密封起来。然后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尽可能密封的环境，我也会选择放几层保鲜膜。 Leah, can you chuck this in the walk-in for me? Thanks, boss. 还有一个招儿，你可以省着点毛巾。要是你家里有这个空间放的话，小盒子里边放你的水果，小盒子放在大盒子里边，要捅几个洞。我猜观众里面聪明的朋友们一看就看明白了，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给二氧化碳一个更方便、更顺畅的方式去接触到我们的水果，我们就可以直接干冰。 跟你们讲解一下，这个箱子里面的干冰已经能确保它保温箱内的温度会是冷藏或者是接近冷冻的温度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它里面的水果腐烂。只要你的保鲜膜包好了，你的箱子没有漏得太厉害，你放在室温是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箱子密封好了之后，最好是给它隔夜的时间，让里面的二氧化碳、里面的干冰挥发掉。好了，可以了，揣冷库里边吧。 先让他在冷库里边打个盹，睡个觉，歇一会儿。理论上来讲，明天我们就有气泡水果吃了。I wi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我需要回八哥上班去了。The next day. What up, guys? All right, 现在有点赶时间。Right here. 让开。There you go. Come on. Oh, yeah. That's really cool. Trust me, it's good. Scott, wanna try? 有效果吗？是气泡水果吗？ Yeah? 觉得水果我是肯定吃不完的。我刚刚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带你们去。 It's okay. I'll just show you. Come on. Let's go, Scott. Go了。开车你开车来，哎，也得。你觉得观众当中会有人误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有机会会。完了。
老板，你看我昨天拿你葡萄做了啥？气泡葡萄，你试试看吧，像吃冰棍似的，真的，气泡水果。你是哪些冻的？没有，拿干冰炸了一下，这样它里边有，就等于像汽水一样。挺好吃的。是吗？还行吧，还行。啊。嗯，好冰啊，好爽啊。你胖是有道理的。荔枝效果明显一些。You guys want some fizzy fruit? We're doing experiments. Dry ice fruit. So it's like, when you bite down, it tastes like soda. So we put it with dry ice overnight, and then it absorbs the carbon dioxide, and you end up with fruit with no added sugar, but it ends up tasting like soda. Promise you it's not dry. Or it might be, depends on what you like. It may be dry. Right?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dry ice next time,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fizzy. You're welcome. 再来个荔枝呗。来，最后一个荔枝了。来，来，最后一个荔枝了。来。This is tasty. 当然，你们在家里边可以不停的尝试用更多干冰换不同水果。And als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tarling. 我很期待将来有机会在这边教你们怎么做一些比较有罪恶感的一些 soul food. I'll get back to work. I'll see. Oh, right. 别忘了一键三连。I'll see you guys around.